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邓。今次我就接受了 iMusic Academy 的邀请，举办了一场讨论共享钢琴的分享会，而我亦都在现场演奏了不同歌曲，即刻去片。
演奏的部分就去到这里了。如果想看分享会的问答环节，可以去 iMuse Academy 的 Instagram 看看。顺带一提，我今次去的牧羊少年咖啡馆呢，原来入面都有一部很好弹的公众钢琴，店主都很欢迎大家来弹。那今条片就去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Thank you.